我们继续斗里半面相的这样的一个调子的一个画法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呢给大家示范了这个起形啊，包括节奏还有黑白灰。那么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画面的一个深入的一个阶段啊。我们深入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呢，就是不要把这个局部呢啊脱离整体的关系，同时呢颜色和结构呢啊要结合在一起，不要只是抄黑白灰的调子啊，那么忽略了它的形体的转变。那么一般呢在暗面的结构的转折呢相对来说呢含蓄一些啊，亮面的呢这个结构转折呢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些啊，尤其是在这个亮暗交界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也是要啊加以区分。那么视觉中心呢黑白就比较强烈一些啊，那相对于这个周边的这些啊这个头发呀等等这种细节呢，我们处理起来呢相对要整一些，概括一些啊，不要让它呢啊这个啊过于抢这个视觉中心的这种造型啊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深入的时候呢也还是先从视觉中心入手啊，视觉中心的这个头发啊还有这个五官啊这个区域啊进行深入。那我因为在这个视觉中心的这个一组头发的重色呢，完了有一个推进。那么这个推进的话呢，我要把其他的这个相应的啊相似的重色呢啊可以跟着去找一下关系。
那我刚才是把这个头发这个区域的颜色呢啊向前推进了一下，那我发现其他的地方的重色呢不够啊，不够我就相应的啊又向前推进了一下，加重了一下其他的这个区域的颜色。那么这个头发卷呢也是要整体去看啊，不要说是这个只是觉得我画了一个边啊就够了，那我比如说这些卷之间是有联系的啊，这个卷往里伸啊，那么伸的和这边的这个会有一个交汇啊，那么都伸进去了啊，那么这边也伸进去然后再往外出啊，然后这边的话会有整体效果。
那么这些头发呢，也不是孤立的去刻画啊，也是联系起来去刻画啊，从这个头顶啊到侧面啊，那么也是它的这个空间感的话呢，也是联动的去看。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高光啊，高光的话呢，也会有一个整体的顶上啊侧面的区别。
脸的这个结构呢，相对来说变化比较多，那我们呢画起来呢，还是要给它呢进行一些这个体面上的理解啊，正面呢是一个颧弓下颌角啊，包括颞线啊，连到这个一起的一个，上面是一个梯形啊，下面是一个倒梯形啊，或者接近一个三角形这样的一个正面啊，所以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转折线在这儿。那么这边转折线也是在这儿，那么下面是眉弓。